啥的？这个还是个大坑啊。这块儿掏的啊，水盆。但是你老姥爷他家大吧，那里头管。啊，这对面有一个那个他家那小孩，不大点儿，我来时候二五六岁，现在不得三十多了。这个还是个井，那是个那个是个井，嗯，要不平整坑，坑里现在也有水，是吧？在外边坑填上了，啊，完了那个一进去这个门，这个抛是咋的样？这啥是咋的样？哎呦，你这不是咱破树上，你真是知道哎？这个树，嗯，老爷子树哎，嗯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老的。吃饭啥的都蹲着，吃饭都放在树底下、哦、哈，放在树底下。老姨，我老说那个有个枣树在哪儿呢？枣树还有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枣树不就树？哎，那可能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就是有个枣树，一到打枣的时候，老多人在捡枣了。院子里头那棵，不是，它枣没了，树没有了，就说没有，枣死了，枣死了，太可惜了。我对那个枣树老感兴趣了，总听我老说。枣死了树。别想了。慢点了。门口还是。像那个厨房。你现在这边的厨房。这边是个长棚。哎，这边是个长棚嘞。上次在这里。在这里啊。在这里有多这边来的。我记得那年这里搞了几把片子。是吧？是。哦，再找这个就是最早的老宅子。嗯，是俺三老老爷，嗯，那边那一阵的老老爷，嗯，他小的时候，嗯，从翻山扛过来的，哦，他从那老娘家扛来的，哦，栽上了这个，栽上这块说，嗯嗯，那没日子，嗯，真有多少年，百多年，哎，有百十年，多年，嗯，咱家里这里有块大槐树嘞，这里有块枣树，哎，那我有块枣树嘞，嗯，有个大枣树，啊啊啊，这么粗，老师，你说那枣树呢？没了，刚才这不是说话在这边啊？就这就是枣树，可惜没有了。哎，用不成为年，你看一大枣都在哪儿了？咱有个大石榴树啊，两棵石榴树的，两棵石榴树。这边一棵啊，在这我睡，在这一棵原来这里是个什么大门啊？好砸一上的那个石头，那个石头没了，都砸的溜光了。不啊，哎呀，这样胖了，胖了，胖了，我瘦了，将近40多斤了，哦，原来日本来的，哦，这是，嗯，那酒啊，酒，这是，这是，那你家的，那你家的对吧？这是像，但是它就是糊，啊，对对对，我那就20多斤了。那边早十年都得去，那么多年也不去啊？腿冒，多年都冒到30。哦，你在什么时候夏天了？那夏天这都不冒，都在家里。哦，都在家里没事了。都在家。那你爹的，你冬天骑。冬天的。冬天太冷了。没事。在我这得透明了。嗯。不太认识，都老了变模样了。变模样了。不一样了。哎，你别胡说八道。真是很老了。老师，这是老房子原来的。哦哦，那是，这就是老房子了。这边的老爷有盖的。啊。也在这边住了。中午发了，发了，这中午中午了。太好了，又回老家了。又回老家了，我没上我转向转向，来到家里不转向。真好。嗯。坐车都是好转向啊。坐车。坐车一会儿我就转向，我就好那个。也转向哈。转向。嗯嗯。舅老领着姥姥转一转。这天姥姥等了很久很久啊。老家吧还心情没那样，没有看到这嘎心情，哎呀，老激动了，老激动了，我都控制点，我要那我得控制点，我都想掉眼泪。一会儿走之前那个啥，让我姥姥跟你都在那门口照个相，多照点照片，嗯，多照点，多照，来一趟不容易，来回太不容易了，嗯，我也多拍点，等他回去让我老好好看看。嗯，会拍的。嗯。哎呀，总听我老叨过呀。那原来在那树上。啊。哎，那走大都绕着那个边走。啊。嗯，我老说那个枣树没了，挺可惜呀。啊。我老那天说那枣树，啊，没有了。对
练练那早术。哎，我也老感兴趣了，对那早术，因为我老总提总提那早术嘛。这都闲了，这坐人宴请都坐楼去了，这个谁坐？这就没人坐了。对，现在在这儿都是老人了。啊、哦，这是老人呢。嗯，但是。今天天不好啊！啊，今天天不闹些暖和，都不认识的，都不认识的，都是老人。他们这些都是老的，不想让他们。慢慢的。我都不认识的。哎呦，不是那孩儿的，你来着？孙子，哎，哦，挺好不？哦，还行，这挺好的呢。哎呦，我说你好，对，我一看他孙子，对对对，认识，认识，真不认识。这是小子，最小的老五，啊，老五的妈妈，啊，我是，我是他老公呢，老婆娘，嗯，好好好，老五。这是那个谁？这是我三姐，我三姐家的孩子。啊，这个儿子，这个儿子，哦，这个老爷子，老老老娘，老爷子，太老，老老太老娘是吧？老爷子，我孙子，哦，你喊婶子，嗯，那喊的那我喊老，没得喊太老，没得喊老，太老了，太老了，嘿，哎呦，你真好，哎呦，不行，嗯。哎，你那是多少年没见面了？啊，那二十多年没见面，老人岁数大了吗？啊，那岁数大？哎，老牛，俺姐姐大，我大，姐姐大，啊，岁数大倍儿小，倍儿小，叔，你叔走了，倍儿小，哎呀，他才多大？71，走了，九岁，嗯，合适的。那谁这个英雄小伙？哦，他也性格也挺好的。他有不想来，他坐车没车，他没样子来，样子来，你是个男人。早说都外地，还有吗？早没了，太方便了。老队长扒了，你说怎么事？啊，我是他给我扒了，人说那时候带什么兵，中央军似的。怎么那边？拴马，马狠的。这个。再早是个南五上边，都是那马狠的。对。啊，拴马的。那今天说是来叫什么中央军什么？中央军。你干嘛？你不进职了？给那两个板子，哎，怎么样？叫别叫！哎呀，我都不认识了。哎呀，叫！快数。来，咱俩有二个。看庄的数是啥意思？对呀，变上了，我也变上了。但是你要是降了，他肯定不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哥，那完了。他带人多大了？是。他带人。中午了，我们去饭店吃饭。知道，我婶子，这个报警书记，我报警咋说，你知道不？啊，这个真是，这哪一场是给人哪一场出的？这哪一场是给人认的不？我上书啊，那我上职场上你哪份去呢？啊。我俩体格这么好，等到暖和再来。对，嗯嗯，也不是很远，坐车当天就到了。坐车得几个小时？8小时。嗯，我们坐飞机当天就到，2个多小时。啊，快是啊，对，想来就来，我俩体格好。对，哈哈哈哈。啊，今天生意好。啊，今天我得去。你身体好，允许啊。对。啊，好了。啊，你走吧。你到家我也过年都好的呀。啊，行行。你叫好的好的。啊。哎，好的。啊，我上车了啊。啊，拜拜，二哥。啊，行。等二哥。啊啊，拜拜。等了叫。拜拜，拜拜叫。很好，很好，哈哈哈哈哈，嗯，这个儿还行，嗯，都挺好的，嗯嗯，都是像妹妹在家，嗯嗯，哎呀，这个都不认识了，嗯。